我是李浩，不讲礼貌，爱放礼炮。我哪是这么说话的？不爱撒尿。不要吵架啊！不要吵架。我为了押韵而押的。来，你学一下他那个，李浩生气什么样？那你自己搬吧。哎呦，不是不是不是，你好，你这很有表演欲，你可以报个表演班。表演班。模仿能力很强啊。你真的没了，完全没了。表演第一课就是动物模拟啊，来模仿个动物。我是李浩。哎，虽然模仿的很棒啊，但是是动物啊。开玩笑哥，开玩笑哥。哎，错了。哥错了，对不起。他没了。爱情里，我李耕耘去哪？去哪？你竟然说两个人，你们？下，我抬不起。你来抬。起开。你要是一个人把这个搬到车上去，我怎么办？我当场给你抱拳，叫声二哥好。你说的吧？我说的。你搬吧，你搬不起来的。就这，搬不了呀！别说话，搬不了呀！让他搬。哎呦，这二哥你真棒！二哥猛不猛？二哥太猛了。这儿还有，这儿还有，这儿还有。二哥，缓一缓。真挺重的。我告诉你，直播今天告诉大家什么才是真正的猛男。猛男来，这怎么粘住地板了呀？用力啊！用力。没事给自己找活了，就开始。你搬呗，你搬呗，一天天这那那那的。啊！哎呀！快！哎呀！脸红啥？脸红。快！你别挡啊！脸红什么？怎么回事？他滑了呀！你不是累了吧？这个就叫功亏一篑。别帮我呀！来，你自己来。不帮你，人家都搬到那儿了，你帮他一下。哎呦，全洒这儿了。还是不错的。你搬过来撒半斤水泥啊！来比发球，十个，看着。来，谁赢了？十个看谁命中率高，谁赢了，叫谁叫我哥。行，我让你知道什么叫做100%百发百中，百发百中。哎呦，10、20、20，不要紧张，慢慢的。30，40，这不行。哎，进了吧？50了，还投吗？投。你别10就行。好了，你可以，你来，你给我，你现在认输吧。你给我，免得10很尴尬的。来，我不相信10。你可以输，但是你不能10啊。10。你真的好菜啊，这种。八零，来，现在说还来得及。来，你别说话。唰唰，90，留点薄面好吗？来，不要，我不要面子，我不要脸，我不要脸。菜了，都说。好了。你白打这么多年球了是吧？看着，什么叫命中率啊？10。20。什么叫命中率啊？什么叫命中率啊？30。不对呀。40。哎呀，51。哎呦，人家给你秀到了。两个了，还有3个球啊。这手感来了，那不唰唰的吗？73。
没有，歪了。出手那一瞬间就知道有还是没有。八三了啊，九三了，你就看这一个球了。三分，错。哎呦哎呦，哎，歪到姥姥家去了。走吧，走吧，走了，耿宇。哎呀，走，走吧，走吧，走吧。